喂，不买挖机，不买挖机，不要钱，我打电话烦死了。现在火锅店开业到酬宾，你充一千我们送一千，很划算的。姐，我们火锅店就在那边，现在开业到酬宾，你充一千我们送一千。不是呀。哎，哥，我们现在火锅店开业到酬宾，充一千送一千。小区首次低居一折，看一下吧，低居一折。不用，谢。六点半小区首次低居一折，看一下吧，洋房还送花园呢，一梯一户。开。哥，六点半新能源汽车了解一下。哎，姐，六点半新能源汽车了解一下。哎，我们其中有一款是针对女性做的，还有粉色，你考虑一下，8800就给你带回家，很便宜了。那个店是在哪儿？姐，你这个气质特别配这个车，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？不是，哥们，我问你这个店在哪儿，我去试驾。准备下岗了吧？哎，你什么态度啊？你干什么？你他居然知道我有车，你说？刚发了年终奖，刚好可以买点理财，你说？啊，打扰了。嗯，站着。干嘛？我刚刚说的你没听见吗？你怎么不跟我买卖？我刚发年终奖。这个。啊。啊！你欠什么呀？啊！你小姑娘，你是不是因为我买不起啊？哎呦！你给我吐口水！你干什么？啊！你不要我嘚瑟！嘚瑟什么？干嘛？你卖什么的？你干什么？你卖的是什么？买的东西你不需要，你买什么我买什么，买的什么？挖掘机。买。哎呦，现在三万多少钱？23万8000。大哥，等等，你现在给我开过来，放到这儿，我马上就要开回家，马上给你开过来，快点！哎，瞧不起谁啊？干什么？哎，大哥，王大，把挖机开过来给他，省得夜长梦多。没问题。凯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我们俩打了多少电话，他都不买，就是你这他就买了。这个就叫刺激消费，咱们俩一定要吃透客户的心理，跟客户打心理战。对了，还有谁没有买？那你，他打了800部电话了。别墅靠海，就在今夜，走，咱们卖挖机去。走。咻咻咻咻咻，短，陈翔六点半。